Déjame agarrar, ma. Papá, yo yo sé. Papá, ¿qué fue? ¿Qué fue? ¿Qué fue? Papá, yo yo sé. Papá, ¿qué fue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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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¿Qué 到现在一直没回家。第二张是哪个？我怎么？我死你呀！ 小辈儿啊，受点没白着，我晓得，到发布会的没有我死啊！啊，谁让你找的？ 二六也是乡委会以前的，他们也在那点竞争排查，想是想，想听是。 天花板啊！妈妈，我真的好想你，我想你的爸爸。妈妈给他打拐送来，乖宝宝，等下让病毒战胜了，要送妈妈的回去了啊！妈妈，一定要天花板啊！ 老婆，很抱歉在你即将流产之际都没有陪在你的身边。我这边一切都很好，但是还是非常想念在家时的饭菜。爸妈，你们好好在家待着，我现在就在疫情一线，等我答应这场战役，我就回家。爸妈，我已经平安到达嘉兴，也请你们二老放心。爸爸妈妈，你们放心，我能吃能睡。 一定可以挺过14天，希望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都能够平安的回家。看看，我已经长牙了，看看，长了两颗牙。我在武汉，一切安好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！前线的医务人员、工作者一定要平平安安，希望你们一切都好，平平安安。妈，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，明年过年。 一定回家。希望你们放心，我们都已经做好了防护。对。妈妈张开你的眼睛，相信我们一定会战胜肺炎。平安回来，一平安回来，老子包了包一年的家务。妈妈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平安回来，健康放心。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启程奔赴了武汉。黄鹤楼，长江水，一。
烟气千年，远近人都平安，春